不晓贝国学弟子规第七集。亲友集，药先尝，昼夜侍，不离床。丧三年，常悲咽，居处变，酒肉绝。丧尽礼，祭尽诚，视死者如视生。父母生病了，做子女的应当多加照顾，病情一旦严重时，更加要早晚服侍，不可随便离开。父母去世后，守孝期间要常常追思，感念父母教养自己的恩德，自己的生活起居必须改变，戒绝酒肉，不能贪图享乐。办理父母的丧事要合乎礼节，一，不可草率马虎；二，不可铺张浪费。祭拜时要诚心诚意，对待已经去世的父母，要同生前一样恭敬。